非法将强压装备划喺度买个。我哋元朗區體育會咧，喺2008、2009年開始咧，去重點發展呢個青訓，咁包括咧就係成立咗幾隊嘅區隊，亦都咧係聘請咗好多專業嘅教練去着手做呢個青訓嘅工作。咁而2009年咧，更加一個大嘅動作咧，就係我哋元朗體育會同埋天水圍飛馬足球隊咧一個結盟嘅工作。咁呢兩股力量結合起上嚟咧，就令到我哋嘅青少年喺足球訓練方面咧。係更加專業化，同埋更加咧係具呢個制度同埋呢個系統化。我期望咧喺不久嘅將來，我見到喺元朗青年隊嘅球員咧係有機會喺甲組露面，以至到咧係爭取到好嘅表現。我今日最開心同感動嘅地方咧，就係大家終於係可以用一個好名正言順元朗飛馬嘅一個身份去參加比賽。其實呢一啲嘢可能大家今日行到嚟，著你呢一件衫，覺得好簡單，好正常嘅事。但係其實咧，背後咧真係有我哋後面坐喺台上面嘅所有嘅主禮嘉賓嘅努力啦，亦都有台下面好多主席啦，好多康文署嘅同事啦，體育會嘅同事、區議員嘅努力啦，亦都係我哋背後好多好多嘅工作先至可以行到嚟呢一步。今日我而家喺我呢個眼裏面見到大家著住一件黃色嘅 jacket， 對我嚟講呢個畫面好重要同好難忘。今年咧，特別咧都邀請兩位有經驗嘅青訓嘅顧問咧提供意見啦，同埋技術性培訓咧俾五隊梯隊嘅喎。天水圍飛馬足球隊總教練陳曉明先生、楊伯武先生。已經接近尾聲了，